醒木一拍，咱们是书归正传。上文书啊，咱们说到这个格鲁派的一代宗师根敦珠巴，就从这个前藏回到了后藏地区。 创建了扎什伦布寺，这根敦朱巴就是一世达赖喇嘛。那咱们为什么着重说他呢？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是格鲁派里最先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。咱们也说了，在他之前，这格鲁派的传承啊，一直是这个师徒传承。这格鲁派的教宗啊，他有个名号叫什么呢？叫甘丹赤巴。那什么叫甘丹赤巴呢？实际上有很多这个藏族的佛教当中的专属名词啊。 呃、哎，是不好翻译的，但是一定要翻译呢。我们可以翻译为这甘丹赤巴呀，就是甘丹法座的持有者，也就是甘丹寺的住持。但是困难在哪儿呢？他。 并不是像啊普通的这个佛教寺院住持那么简单，他还享有在这一教区与政治挂钩的所有权利。您永远不要忘了，这个喇嘛教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系。那么自然，开山祖师宗喀巴就是第一任的甘丹赤巴。这祖师圆寂以后啊，那他的大弟子贾曹杰接任。贾曹杰圆寂之后，另外一位祖师的弟子克珠杰来接任。您看，这不就是有序的师徒？ 不传承吗？那您看呢？本来呀，这宗喀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大成就者，人家也没转世啊。那这格鲁派的转世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哎，就是从咱们上一文书的这个主角根敦朱巴开始的。咱们前文书提到过，这根敦朱巴呀，是既有经济实力，又是大德高僧。 所以他才有能力在萨迦派的地盘后藏地区建立了扎什伦布寺。按说呀，这格鲁派的日子可是一天一天的往好的方面走。尽管现在这会儿是什么时候啊？是明朝。现在啊，这明朝的皇帝信任的这个藏传佛教支派啊，并不是他们的这个格鲁派，也不是原来的这个萨迦派。 他们信任呢是噶举派，永乐皇帝朱棣册封了噶玛噶举派的一位大法王，就是黑帽系法王，这次号呢是大宝法王。哎，这一下子这黑帽子法王啊，这靠着这个次号就吃了好几百年，那简直是风吹不动，雷打不动，一直到今天。那么说这大皇帝给这封号很关键吗？ 很关键，咱们就说这个达赖世系吧。一二三世达赖没有被册封，他们只能是怎么转世呢？根敦朱巴转世到根敦嘉措，根敦嘉措转世到索南嘉措。对外宣称啊，我们这个法师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通过转世呢留在人间弘法。那到了第三世就不一样了，到了第三世啊，这索南嘉措抱住了大腿，有了政权领导人给他的封号。 虽然不是中央大皇帝吧，但是也有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封号，这才有了正经的达赖喇嘛转世这个世系。到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桑杰加措，那更了不得了，那抱住了中央大皇帝顺治皇帝的大腿。 哎，那就更厉害了，这波红利、啊、也一直吃到今天。哎，不过还能不能吃下去呀、啊？这个问题很难说。几句闲言勾开呀、啊，咱们接着说咱们第一世的达赖喇嘛根敦珠巴。虽然这会儿的格鲁派的地位啊在噶举派之下，但是啊走势是好的。可是没几年呢，第二任甘丹赤巴贾曹杰圆寂了，那选吧。现在的格鲁派啊，已经有四大四的局势了。 甘丹寺、哲蚌寺、色拉寺这都在拉萨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在后藏的扎什伦布寺。大家都没有什么疑义，认为啊，呃，除了这个贾曹杰刚刚圆寂的这位大师以外，再有最大的成就者呀，那就是二师兄克珠杰。于是克珠杰呀，就继承了这个他师兄的衣钵，成了第三世的甘丹赤巴。可这人呢，又生老病死，没几年呢，这克珠杰也圆寂了。那这会儿，大伙儿再凑到一。 一起琢磨呀，那谁来做这个干丹赤巴呀？想来想去啊，没别人了。 这本教门最大的成就者，就是远在后藏扎什伦布寺的根敦珠巴。大家一致决定让这根敦珠巴呀，来到前藏来做第四任的格鲁派的教宗。那您想啊，这根敦珠巴什么样的人物啊？他已经意识到啊，如果他现在禁不住别人的架弄，真颠不颠不跑到前藏啊这甘丹寺里去做这位主持、这位教宗的话，那下场好不着。因为自这个大师宗喀巴一死啊，实际上。 这西藏的四大寺啊，就有分歧了，有很多呀利益上的纠葛，这教派之间的这个利益斗争啊，那很复杂。 同时呢，也是很残酷的。呃、原因很简单，这信众去供养你了呀，他就不供养我了。那总有啊，这个寺院呀、啊，吃土跟吃饭之分。那为了不吃土，我得吃饭，那就争夺这个信众呗，好能得到更多的供养啊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才有了教派之分。那同一教派呢，围绕着不同的寺院呢，它也有不同的僧团，也是小集团。那表面上说呢，呃，童年一本经都是宗喀巴大师的传人，咱们都属于格。 鲁派，但实际上这些僧团呢，也是极力的划了这些信众啊，好归依到自己的僧团、自己的寺院当中。这格鲁派在拉萨呀，就有三大寺：甘丹、色拉、哲蚌寺。哪个寺院都有自己的僧团，也不是一个心思。这根敦猪巴一琢磨，让我到那儿去趟这滩浑水啊，我才不去呢！你呀，是怎么让我也不去？ 实在没办法了，最后啊，这根敦朱巴说呀：“我举荐一个人吧。”当然了，他举荐的肯定是和他关系好、他信任的人，就做了第四任的甘丹赤巴。那随后这些年呢，这事情就很有意思了，因为啊，真正整派公认的大德高僧啊，并没在前藏地区，是在后藏的扎什伦布寺，也就是根敦朱巴。所以这根敦朱巴在某种形式上说呀，他的地位就。 高于现在在拉萨的这位甘丹赤巴，这甘丹赤巴呢是他举荐的呀，所以呀，很多事情也听他吩咐。那慢慢的呢，这个教宗对这个教派就没有什么实际控制权了。 那在这个格鲁派当中说话有分量的算数的人，那就是厚葬的根敦珠巴。可是这人呢，他有寿数的。这根敦珠巴他也有圆寂那天，就在一四七四年明成化十年的时候，这根敦珠巴呀圆寂在扎什伦布寺。哎，他享年八十四岁。根敦珠巴圆寂以后，整个格鲁派的这个高僧犯了难了，没有主心骨了。 整个宗派啊，现在没有一位高僧能够拿得出来与这个其他宗派抗衡。无论是他的平辈还是他的下辈，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。他平辈啊，很难找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本来就是宗喀巴大师最小的徒弟，寿数还挺高，寿高八十有四。平辈的师兄弟啊，都让他熬死了。下一辈呢？下一辈啊，都为这个世俗凡事啊，哎，去斗争去了。 没心思啊，钻研这个佛学佛法，所以说在成就上啊都欠点。那怎么办呢？这高僧团一商量，干脆咱们让这根敦猪八呀转世吧。那么说转世麻烦吗？不麻烦。 开始的转世啊，还没有那么多的疑鬼。也就是、啊、这扎什伦布寺的铁桑林扎仓堪布共亲群绝，和这个根敦朱巴的索本比丘卓玛他们一块儿啊，还有几位高僧一商量啊，哎，就选定了根敦朱巴的转世。这转世灵童是谁呢？这转世灵童啊，就是根敦嘉措。这根敦嘉措出生在哪儿啊？他出生在啊达那地方。今天说呀，是这个南木林县人。他父亲呢是。 贡嘎坚赞七岁的时候啊，被选定为这个转世灵童，十岁才进入到扎什伦布寺。可是啊，在这以前，这小小年纪的这个根敦嘉措呀，就已经开始修习佛法了。据说在四岁的时候，他就跟着他爹修习佛法。他爹呀，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农民，但是却是一位宁玛派的这么一位修习者。哎，搁现在话说呀，那得算是一个大居士吧。所以说，这根敦嘉措四岁的时候啊，就开始。 是修习宁马秘法，哎，这些故事啊，您信不信的呀？哎，这无所谓，总之就是为了说明这根敦加措慧根长，他确实是这大师的转世灵童。入庙以后啊，十一岁受进士界，才被取名为根敦加措。因为也是按照这个宗教领袖的方向培养，所以在二十岁的时候，这根敦加措呀，应该算是小有成就了。二十一岁的时候出问题了。 这根敦加措呀，和当时扎什伦布寺的第四任住持，这个人呢叫做亲一妻兹摩，这俩人呢他不和。这第四任住持呢，跟这小伙子耍老炮儿。首先呢，他欺负这个根敦加措年轻啊；再来人家这住持啊，那惹定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追随上一代根敦朱巴大师修行，哎，所以说人家这老炮儿人也耍得出来。那这小伙子根敦加措人单力孤的，没有办法，就在。 这小伙子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哎，这会儿啊，这拉萨的哲蚌寺向这个小伙子，也就是二世达赖喇嘛呀抛来了橄榄枝。我还是觉得呀，咱们称呼他为二世达赖喇嘛合适，因为这样您听得清楚。虽然这会儿啊，他还没被追认为达赖喇嘛，这些藏族名字呀，听着都差不多，我怕您搞混喽。那作为扎什伦布寺的转世高僧、转世活佛，他不能抬起腿来就走啊。这根敦加措呀、啊，也就是二世达。 得想个由头啊！那由头好找，这哲蚌寺那边就说呀：“我们啊有个秘法要传授给你，什么秘法呢？叫入中论。”所以二十一岁那年，这二世达赖就来到了哲蚌寺，受了比丘戒，学习入中论。那么实际上，前藏这些高僧真的有那么好心眼吗？啊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就是想啊拉拢这个二世达赖，在这个僧团斗争当中啊积攒更多的力量，因为啊。 在整个这个现在的格洛派当中啊，身份最高的人就应该是这位二世达赖，因为只有他呀是活佛转世而来的，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弟子习成，在身份上都不如他。所以说呢，那就是各怀心思吧。那这个高僧也传法，那个高僧也施教，这一下子这二世达赖啊，在十几年当中佛法精进，年纪轻轻就成了大德高僧了，一下子名声大振，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弟子，这一。 一下子，这达赖一系的势力啊，可就从后藏。 转移到了前藏地区。到了明正德四年，也就是一五零九年的时候，后藏扎什伦布寺那边啊，算是醒了枪了。他们觉得呀，这么一盏明灯，这个格鲁派的旗帜，不能就白白的让前藏地区夺走了。于是啊，他们又向着根敦加措抛来了,了橄榄枝，说：“你回来吧，咱们一会儿好商量。你必定是啊，我们扎什伦布寺的转世高僧，这儿啊还有很多工作呀，等着您主持呢。”于是啊，两方和好，这根敦。 因加措呀，就回到了扎什伦布寺，出任了第五世住持。但是呢，他也知道，哎，他的势力必定啊，现在在前藏，在哲蚌寺。于是呢，他又借助开法会、主持法会的由头呢，又回到了前藏地区。在这个嘉靖五年的时候，他又兼任了这格鲁派的大寺色拉寺的九任法台，哎，也就是住持的意思。这历任的达赖喇嘛呢，通常按照惯例啊，都得兼任着这个色拉寺。 以及折蚌寺的法台，所以啊，在这个嘉靖二十一年的时候，哎、呃，他就圆寂在折蚌寺。 按说呢，应该回到扎什伦布寺去寻访转世灵童，但是啊，他原籍在哲蚌寺，哲蚌寺的喇嘛捷足先登，就抢先选定了转世灵童。这位转世灵童的名字呀，叫做索南加措。这索南加措的转世，那是完全按照前藏地区的政权政治需要来的，就是要培养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。 您首先说吧，索南家措出生的家族啊是大氏族马氏，他的父亲呢又是这个世俗官员，是宗本南杰扎巴。所以您看呢，这索南家措转世啊，虽然是宗教仪鬼，但是完全是为政治为世俗考量的。您想，如此的精心选出来这么一位人才，能不好好培养吗？二十二岁的时候啊，这索南加措呀以格洛贝桑为师受比丘戒，就成了这个色拉。 八四的第十三任法台，从此啊，他可就走向了这格鲁派的领导岗位。这一走上领导岗位啊，他可发愁了，因为这会儿的明朝啊，正是支持噶举派的时候。噶玛噶举派两大法王黑帽和红帽法王拧成一股绳，都要吃掉格鲁派，抢占寺院，驱散僧人，阻止法会的事情常常有发生，逼着这些格鲁派的信众啊跳门改教。这会儿的年纪轻轻的索南加措、啊。 那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叔忍呢？还、哎、婶儿都不忍，于是他就决定啊，找一个粗的大腿抱。 哎，这明朝皇帝的这条大腿啊，看样子都抱不上，因为这大腿旁边啊，有人家这噶玛噶举派的大活佛看着呢，你靠不上前，退而求其次吧。听说呀，现在这草原上啊，有一支很活跃的势力，就是这个土木特部的首领俺答汗。干脆呀、啊，我呀去抱这条粗腿得了。您看呢？这就和咱们主线上的书啊有联系了。这俺答汗呢，和这个三世达赖会盟啊，咱们在主线里边讲过。于 于是双方开始接洽，最后定在呀、啊、这青海湖边的养华寺与俺答汗会盟。这双方一见面呢，那是非常之热情。这各自心里啊都有各自的小心思。这俺答汗呢，虽然这会儿在草原上啊算是一只啊强硬派，但是他虽然、啊、是个韩王，其实连个共主都不是。也就是说呀、啊，他只能管理自己的部落，然后呢影响几个和他关系不错的部落。他这俺答汗呢和这个蒙 蒙元时期的大汗没法比，但是呢，通过四方征战，他和这个明朝都开过战。后来呢，哎，通过这个互市啊，和明朝建立好关系之后啊，还受过这大明朝的皇风。实际上啊，这三世达赖也是看中了这俺达汗呢、啊、与明朝有联系。哎，这就是抱着粗腿啊，还得看着旁边的柱子，反正啊，得捡粗的抱。这俺达汗心思就更明显了，他想得到啊宗教上边的封号，他有以。 也信，他也想啊做蒙元时期那样的大汗。他认为啊，这蒙元时期就是因为信了喇嘛教才得了天下。可是呢，也有很多蒙古贵族说呀，就是因为信了喇嘛教，这蒙元最后啊才失去了中原，退守了草原。所以自这个蒙元结束以后啊，这个蒙古人呢，多数就不信这喇嘛教了，又改信回他们的这个萨满教了。这双方在养华寺一见面啊，有的文献记载说呀，很感人。 也有文献记载说呢，挺可笑的。那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呢？据这个《蒙古源流》记载啊，这索南加措一看见这俺答汗呢。 哭了，他一拍大腿说：“咱们太久没见面了。当年呢，盛世相会，您那会儿啊还是忽必烈大汗，我呀是萨班蒂达之侄马帝都瓦扎帕克巴喇嘛。那会儿啊，咱们就见过。您瞧，这好几百年过去了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那他这一下子就拍中了俺答汗的马屁。听过这句话之后，这俺答汗呢，差点没感动死。那他什么意思呢？想当年呢，这蒙元的大汗忽必烈。” 和这个西藏的大喇嘛萨班蒂达双方会盟，这才造就了这蒙元时期啊，这喇嘛教能成为一代国师。 索南加措这句话就是说呀，说你俺达汗就是忽必烈大汗的转世，那我呢就是当时啊和您会盟的时候高僧团其中一员的转世。您瞧，这不巧了吗？咱们今儿又见面了。这俺达汗一听，我现在只不过是草原上的一个二流的领主大汗。 这活佛竟然说我是忽必烈大汗的转世，那行了，看样子我这霸业可成啊！那您想，这俩人这聊的那肯定投机呀，越聊越近乎。这俺拿汗就问旁边人说：“我怎么称呼这大师啊？”这旁边人说：“这个索南加措这四个字啊，是藏语。这索南是富贵的意思，可以解释成啊富。这加措呢是大个的胡，措就是胡的意思。这加呀就是大个的意思。” 跟咱蒙古人一解释啊，就是海子个儿大的海子，那加到一起呢，麻烦了，念起来呀，可能也比较长，就是富贵大海大师。您看呢，现在的很多尊称啊，呃，都是源自于过去，我们都是有传统传授的。您比如说吧，我们呢称呼这个总设计师，如果呀、啊、您想尊敬的称呼啊，就得称呼为邓公。那么如果您想更亲切的一点称呼呢，就得称呼为小平同志。 那这俺答汉也是这么想啊，那要是称呼为父的师，那是不是就显得远了呀？干脆呀，咱们就称呼他为。 大海大师吧，您看呢？这索南加措它是转世的根敦加措，根敦加措呢转世的是根敦朱巴。为了纪念前世啊，哎，就都取了人家名字当中的两个字。根敦加措呢取了根敦，索南加措呀取了加措。自此以后啊，就不用再取前人名字的两个字了，有两个字固定了下来，就是加措。哎，大海的意思，当然这个海呀、啊、是指湖啊，是海子的意思。他的意思、啊、就跟这个北京城里边的前海后海。 海、什加海，还有这个北海、中南海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大的湖泊的意思。那大韩都称呼大师为大海大师，那所以以后呢，这达赖一系也都是大海大师，所以必须得加以这个加措二字，一直到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也要加上这两个字，也就是从二世开始，这个大海大师的名号一直沿用至今。那大老远的两方面来会盟，为的是什么呀？那就是为了互相给封号呗。 这和尚用手里的法权呢，给大汗封号。 大汗呢，利用自己手里的政权给和尚封号，这样一来啊，双方都成了正朔了。首先，这大汗给和尚封号，叫圣时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。这和尚啊，也得赶紧给大汗赠封号。他封这个大汗呢，叫咱克拉瓦尔蒂彻陈汗。这俺答汗呢，就代表自己的土默特部以及啊，这个他的小弟鄂尔多斯啊、永谢卜啊，十多万的部众，哎，我们呀，都从此以后信奉格。 拍了，并且明令禁止这十几万牧民再信奉萨满教。咱们多说一句啊。 这道政令啊，有进步的一面。他首先呢，就禁止了这个夫死妻殉葬的恶俗，这对草原人民肯定是进步的。自此以后啊，这达赖喇嘛一系的转世啊，才正式成为系统，才叫做达赖一系。您别小看呢，这俺答汗这二流政权给这个达赖喇嘛的封赐，这个达赖这个尊号啊，就算流传了下来，一直到今天。那显然嘛，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给格鲁派带。 来了辉煌，这达赖喇嘛呢，也成为了藏区以及呀这个格鲁派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。这教宗甘丹赤巴呢，慢慢的也就。 变成了这个学术的代言人，主抓宗教事务，慢慢的也就不再理政了。这达赖喇嘛呀，就站在了格鲁派的巅峰。那么说呢，光是这个二流政权的封赠尊号不行，他们呀还惦着这个中原王朝的大皇帝的封号呢。到了明天呢，咱们就要聊聊和这个中原王朝建立起关系的五世达赖喇嘛了。得嘞，活佛转世当中的一小篇章啊，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您早歇着，有什么话啊，咱们明天。 接着聊。